的小时光，第21章，惊慌。一起住快两个星期了，默默差不多都摸清楚顾卫义这人的脾气，嘴巴贱，起床气严重，有洁癖，喜欢窝在一边看书，看书的时候认真的夸张，属于风声雨声声声不入耳的那种人。记得之前布莱克还跟默默说过，顾卫义这人好相处，但是很难琢磨出他心里的想法。默默倒是没这种感觉，可能他对他讲话句句都是坏话吧，反而让他觉得是个极好极真实的人。这样的想法好像自己骨子里犯贱似的。默默是个挺敏感的孩子，这种敏感不是看到夕阳就会掉眼泪的那种，是怎么说呢？外国有种说法叫做 middle child， 指的是家里位居中间的孩子，相对于老大和老幺来说，没人疼没人爱的，即被遗忘的孩子。默默上有哥哥下有弟弟，加上默默从小在家里比较听话，不怎么用大人操心，所以默默常常就是被忽略的那种孩子。这样的孩子常常得自己找出一套生存法则，默默的生存法则就是他的雷达特敏感，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勘测出来，只要被他认定为对他好的，他就会死心塌地的对那个人好，不撞南墙不死心的那种好。之前对徐杰儿是这样，对傅佩也是这样，对宿舍里的梦露和虎妞都是。当然前两个是雷达故障出了纰漏，现在他的雷达又莫名其妙的吱吱乱叫了，真想拍死他。顾卫义并不喜欢和别人一起住，他受不得别人吵，见不得别人脏，所以四年大学都是在凑合着过日子，连他妈妈都说以后谁嫁给你谁倒霉，那阴阳怪气的脾气全是像你爸。他大概也是知道自己脾气不好，所以待人总是尽量保持距离的客气，久而久之也就给大家形成了难以捉摸的印象，所以一路走来他也没有多少深交的朋友，充其量也只能算上傅佩和布莱克。不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，他早就习惯了。他是保姆带大的，从小爸爸妈妈都很忙，没时间陪他，有时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他们也是正常的。他的玩具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级，家里的佣人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专业，房子是一直在换，越换越大，越换越豪华。所以他的童年玩具很多，玩伴却很少。当时是鬼使神差的就让司徒默住了进来，有了他的进驻，房子好像就不单单是避风挡雨的建筑物了。司徒默对于他来说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气场很合吧，感觉他在家里的存在特别的理所当然，好像他们就是一直一直这么待在一起的。放假的第二天，默默一早就醒了，生物钟真是个杀千刀的东西，他死命的在床上赖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外面吵杂的对话声让他实在受不了了，才换了套衣服走出房间，临出门前还照了下镜子，甘草片还真是有效，一般要两到三天才会消的酒疹居然一天就消了。布莱克一身的西装笔挺，手舞足蹈的和顾卫义说着什么，乍一看还挺滑稽的，就像是没有胡子的卓别林。嗨，布莱克见默默出来打了声招呼，默默点点头说，你穿成这样干嘛？结婚啊？布莱克有点不好意思的拉拉衣服，我刚刚面完试。默默抬头看了下壁钟，真早。司徒默，顾卫义突然打岔，去刷牙洗脸，待会儿一起出去吃早餐。哦，好。默默转身走向浴室，布莱克的视线在两个人之间来回，想说点什么，最后还是忍了下来。早餐吃的并不是很愉快，主要是布莱克突然就提到了傅佩，
让本来在抢最后一个汤包的顾卫义和司徒木的动作一致，气氛整个就降到了零点。布莱克说，默默，傅培都快得神经病了，你不联系他，他就不敢联系你，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心思找了。他说，默默，你有什么话跟他讲清楚吧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他还说，默默，傅培真的是很喜欢你的，大学四年我们都听他唠叨你，唠叨到烦得要死，是吧卫义？默默看向顾卫义，他面无表情地夹起了最后一个汤包，木然地点点头。默默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突然袭上心口的委屈，像是雨天里永远晾不干的毛衣，湿漉漉地发着霉。吃过饭，三个人往回走的时候，布莱克的电话响了，他到一旁去接电话，回来的时候笑逐颜开，说，晚上我请大家唱歌，我之前面试的公司通知我去实习了。这么快，早上面的下午就通知了？顾卫义问。不是早上那家，是前两天面的。布莱克边说边拿着电话在拨，我叫大胖他们过来，晚上一块玩。挂了电话，布莱克说，默默，傅佩也会来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去，不介意你个死人骨头。默默沉下脸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你们去玩吧。布莱克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，说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，你该不会是不想见到傅佩吧？默默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被手机铃声给打断了。他从兜里掏出了手机，是虎妞。喂，虎妞，怎么了？默默。电话那头传来虎妞慌乱的哭泣声，默默吓了一跳，赶紧安慰，虎妞，你先别哭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小三，小三，他割腕，流了好多血。虎妞带着哭腔的声音陆陆续续的。默默一时有些脚软，抓了一下顾卫义的手臂才站稳了。送到医院了没？送了。哪个医院？人民医院。好好，你别慌，我马上过来。默默挂了电话，拔腿要跑，顾卫义扯住了他，冷静点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要去哪儿？默默定了定神才说，小三，小三割腕了，现在在医院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顾卫义说，回头去交代布莱克，打电话给傅佩，让他马上到人民医院。到了医院，虎妞和梦露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，两个人各自握着对方的手，都是一脸的惊恐。默默上去问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虎妞扑上来抱住他，默默，默默，吓死我了，我去打饭回来的时候，小三躺在床上，我过去问他要不要吃，床上都是血。默默拍着他的背，边问梦露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梦露也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讷讷地说，还不知道。默默对他招招手，才回过神来似的也扑了上去，抱住他们，哇的一声哭了。哼，我好怕，都是血，连下铺都是。顾卫义靠着墙，看着眼前三个哭成一团的女孩子，似乎回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的那个暑假。也是这么长长的走廊，也是紧闭着的手术室门，也是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也是这个样子的哭声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他的梦里缠绕着。他受不了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，更受不了有人试图用自杀当成威胁的武器。选择割腕和吞安眠药的人一般都是最不想死的人。这中间留下太多的时间让人发现抢救，而且救活的几率大，救活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大，大不了就是手腕上多条疤，或者吃的太多会胃疼，不像跳楼卧轨之类的，那是真的生无可恋了，就算救活了不死也残。手术室的灯灭了，先是出来了一个护士，默默赶紧冲了上去，护士小姐，我们的朋友怎么样了？病人目前情况稳定了，
但是失血过多，还处于昏迷状态。护士小姐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很是冷静。详细等医生出来，你们再问医生吧。医生随即也出来了，跟他们解释，病患的出血已经止住，伤口也已经缝合，给他输了一袋血，大概两三个小时后就会清醒过来。一般自杀的患者醒来过后情绪有点不稳定，尽量不要刺激他。另外两个护士推着小三的病床出来，小三脸色苍白，发紫的嘴唇看得他们心里一抽。就在那么几分钟之前，他们和他就可能真的会天人永隔。顾卫一出去给他们买喝的，回来的路上刚好碰上了匆匆赶来的傅佩。傅佩一脸惊慌，抓着他问小三怎么样了。当听到已经没事的时候才松了口气，瘫坐在一旁的长椅上。卫一，我该怎么办？傅佩迷惘地看着顾卫一，倒是没了之前那仇深似海的模样。顾卫一递给他一瓶水，也坐在了长椅上。傅佩手里紧紧地拽着那瓶水，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，我知道我爱玩，我没个定性，但我从来没想过真的要去伤害谁，默默也好，王山也好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他们。顾卫义拍拍他的肩膀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去看看他吧。傅佩仿佛没有听到他说的话，我不知道王山这么在意的，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，我不是很认真对待感情的人，他还笑说他比我更游戏人间，然后他跟我喝多了酒，然后他就脱衣服了。傅佩，顾卫一打断他，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，你先去看看他，然后再想怎么解决。傅佩深吸一口气，起身朝病房走去。本章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